我叫何冰，今年19岁，来自沈阳。我兴趣广泛，喜欢游泳、羽毛球、旅行，更喜欢交朋友。我特别喜欢甜食，尤其是冰淇淋。只要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吃到冰淇淋，我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脑后。也许是因为东北女孩子的关系，我性格比较直爽，有点男孩子气。我理想中的他是个阳光大男孩，温柔真诚，身高最好1.8米以上。我不太喜欢粘人的男生，尤其不能接受喜欢撒谎的男生。你会是我的那个他吗？我叫何冰，10月16日，非诚勿扰，不见不散。If you are the one。